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。下礼尊念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者两尊，皈依达摩，二约两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两尊。下礼尊念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者两尊，皈依达摩，二约两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两尊。下礼尊念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者两尊，皈依达摩，二约两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两尊。请看大经科注355页，咱对第二行啊，第二行看起啊，对第二行，这是一个段落。色心诸君业务清净，这两句是经文，下面是念落的注解。诸君之色相心净，难逆彼色心第五君。业务呢，就是喜乐的意思，欢喜快乐。清净，加上所讲光显呀，由不知经我如来心者，诸性清澈，非故如来救伊远离一切烦恼，诸故非故。在后情，咱学到这个。这里面最重要的呢，咱看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人佛如是，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佮日子佮阿弥陀佛决定是平等的。是讲这个清醒的安稳快乐，所以称之为极乐。古代的给咱解释极乐第一个的定义，你切苦，咱这个世间，若都是法界，内面所有的苦难，叫做世界无，那无，连这个名称啊都拢无。从来都唔捌听讲过有啥物叫做苦难，无听讲过。这就是把经顶面听咧讲咧，你究竟苦，这究竟乐，
离究竟苦，就是得究竟乐。苦乐相对啊，苦乐拢唔能放咧心内，就是极乐。为什么呢？拢那是咧放心内，哦啊，喜悦念有咯。如果是有苦，把苦放咧心内，都好苦念有，苦乐拢无清净，苦乐拢嘛是念有，诸性清净心当中，那无苦乐念净嘛无啊。不得已甲称作极乐啊！极乐伫倒位呢？极乐伫现前，并不送失去，只是现在咱好念经苦乐未歇落，也将改了性德。性德就是业务清净，娱乐啊清净，这是明心见性的人，因为这个境界啊，因得到了正道了。在中国唐朝时阵，禅宗六祖啊，慧能大师。伊开悟咯，明心见性，甲咱做出那报告，开悟是甚么款呢？第一个呢，就是业务清净，真开悟咯。用大师讲，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何其是用现在话来讲，无想到啊，咱的自性本来啊是清净，无染污。过去无染污，现在也是无染污啊。未来总是未念有的，有本自清净。那念有对于倒位讲起呢？念有是假呀，不是真呢，是一场误会。无念有，家己认为讲有念有，对，是这款代志啊。明大师啊，讲五句。第一个是本自清净，第二个是本不生灭。啊，自性是无生灭的，伊毋是生灭法。啊，咱来看这个宇宙之间，什么物件不生不灭的？啊，咱所看的一切现象，物质现象有生有灭，精神的现象念头有生有灭，大自然的现象嘛有生有灭。你看，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伊也是有生有灭。那切无一项物件是不生不灭。找来找去，大家想到，啊，虚空那像是无看到生灭，无错啊。虚空的生灭的这个现象，时间真长，
咱无看到，伊生咱无看到，伊灭咱嘛无看到。啊，伊的时间比人较长，咱的寿命只有几十年、一百多年，看未到。虚空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有生有灭啦，咱看未到。啊！在咱这一生感官当中，咱就伊是不生不灭，所以这个不生不灭是相思无为呀、啊，不是真正无为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虚空对都会来呢？有来都有去呀、啊，有生啊都有灭啦、啊。啊，虚空是一念不觉内面产生的。啊，在法相为色中，别法明文论内面啊，排列的空间、时间，别法这个别法当中有两法，一排是多位。哎呀！是心法，心法是起心动念念头，伊毋是心法，是伊无念头，伊毋是色法，无不知现象，精神现象，无知现象都拢无，伊是啥物？伊属于自然现象。那毛来处？归伫倒一类呢？别法内面，伊归六叠二十四个不相应的内面，有二十四法，有不相应行法。不相应是伊未甲心法相应，未甲心所法相应，未甲色法相应，也未甲无为法相应。所以是不相应，真有其事，未当讲伊无，也未当讲伊真正有。伊对对三星，你看念头当中三星呀，啊，空间是讲这个十方啊，这个是空间。时间呢是讲三者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啊，伊是不是真呢？伊不是真呢？所以呢，不相应刑法，用咱今仔的民俗来讲，都、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比物质现象，比精神现象，也搁较希望，也搁较假，假中唔是假啊！啊，咱都要认识伊啊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了后有什么好处，未搁执着。那未执着，连分别也拢无必要。也就是讲，你个时间啊、空间放下，啊，你无了解的真相，认为讲伊的存在，你就染污你的自性，你就障碍你的自性，就去副作用咯。所以要知影，色心自根是物质现象，也有的是精神现象，快乐啊！啊，清净呢，是自性本具的现象，咱用自然来个称呼。
因为伊毋是心理现象，毋是物质现象。啊，伊是自性内面本有诶，本不生灭啦，清净不生不灭啦，而且具足。办法，哎，伊那无固执，你都袂当闲啊。廖作辉呢，最后一句话讲：有机诸性，人生万法。按照人生诸性来对，本来固执万法啦，无一项欠缺的，拄着缘伊就会出现，无缘伊就袂看到。都得言语的现行，这个叫运现无共，无言语的运总起来，自然运咯，有言语自然出现。第四句呢嘛，是一个讲本性，本无动摇。本无动摇就是定，加以定慧的定，是什么？自性本定。所以明心见性，伊所具备的条件，就是第一句，那第四句。本自清净，本无动摇。啊，对这两句，就帮助咱人心见性，帮助咱回归自性。这两句啊，太重要了。这两句是因，因相转，本自苦集。人生万法，那是果上转，那是果报就现前，因结转果就现前。那果是什么？果是已经发界啊，是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，就是净土中所讲的极乐世界。那所以极乐世界是本有的啊。啊，那讲咱的心清净。本无动摇，都是平等，像水同款，另外清净无染污，不动，这水清是一面镜同款，外面色相拢照个清清楚楚，啊，就是性德，照个真清楚，是起的作用，这叫做智慧。那领教是根本地，教见啊是好的地啊。啊，教见是什么？了解万法的真相，是法界依境庄严，是心灭法。虽然有色相，色相不可得。真像咱伫咧看电视画面同款的啊，这个画面清清楚楚，音声嘛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可定。为什么伊速度太紧？那是秒钟。咱若用相片同款的，一张一张的画面来讲，一秒钟，一百张，咱连显都袂赴啊！一秒钟，一百次的生灭，啊！以前古的电视，黑白的电视。
是五十次的生灭，现在是寿命速度提升一倍咯，一百次。过去呢，无定现在中年同学要印象啊，现在囡仔就无咯，伊无接触到古色的电影，是用幻灯片组成的。那我食，都是这个电影的对片啊，这一秒钟。想要偌侪摆咧？24摆，你都知影讲24个生灭啦，啊，一秒钟，那你目睭就袂当做主咯，就会可以骗去咯。也所以讲伊是真咧，啊，癫痫画面比伊更加逼真，因为伊加一倍，一秒钟50次的生灭，现在用数码100次的生灭，频率愈来愈悬。一点啊，怕怕啊，拢都看未出来。啊，那现在回归自性，啊，那念头，那念头一秒钟偌侪摆，都甲这个物件拢同款，偌侪摆生灭。你的菩萨甲人讲，一秒钟2100条。但你是雕2100条出的生灭，咱无感觉到啊，完全无感觉啊。那这个生灭的速度，都伫咱的眼前，包括咱的身体，物质现象，啊，咱起心动念、心理现象，拢总是伫个频率的下面啊。三星的幻想，啊，所以色相不可得，物质现象不可得，起心动念迄个现象也不可得，这就讲幻想啊，人生漫画啦，漫画的相不可得，啊，不可得你那是要得呢，你爱该放在心内，迄心就有病咯。啊，都变态咯，唔是健康诶。健康诶，安怎呢？健康诶是本自啊，清净啊，本无动摇啊，这是健康诶。所以，会为什么教人修定？啊，修定是健康诶啊，修定是回归自性啊。啊，定功愈深诶。那自性就愈接近，啊，深到一定的程度，那自性本定融合做一体咯。啊，修正一路啊，那就叫明心见性咯，那就叫大彻大悟咯。啊，天鹅有什么好处？天鹅整个宇宙你拢明白咯。啊，有需要学无？无需要学啊？为什么你回归自性咯？全宇宙一切办法是自性变的，你家己的心性变现呢？你哪会讲唔知影呢？那我就道理啊，啊，学佛就近咯，最快速的一条道咯。教下成为禅修，按部就班啊，好，那就读书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慢慢提升，达到究竟圆满。啊，摕到博士学位，那就是成佛咯。啊，宗门呢，
你无需要经历这个改革，你无改革，到下有改革，五十一个改革，啊，读书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，十新啦、啊，十个改革，十组十个改革。是不是行十个阶级，是不是开向十个阶级，是不是十个阶级、啊、这就好比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每一个阶段都是对一年级到十年级，十年级以上顶格应该也是菩萨了，菩萨达到最高的位处，跟佛差不多是平等了，过差一点啊，差一点啊，就是也无回归自性，那回归自性，也就成佛了，叫妙觉，就无叫顶觉了。顶格是顶有妙格，佮向上一提升就是妙格咯，唔是顶格。总共五十二个等级，禅宗无需要等级，所以啊，也伫个真短时间。就超越五十一个等级，啊，伊去做佛咯。啊，第一个给咱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，伊也舍弃王位，出家修道，去求学。一年十九岁啊，印度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学派，伊拢学过了，大家拢去参访。我那十二年到三十岁，伊放弃了。为什么放弃呢？即系学术啊，即系宗教啊，拢无办法。回归自性，未当解决伊个问题啊！那伊问题是什么？个自性内面无量智慧、无量德能、无量上好，该发出来啊！而且无人做得到，所以放弃咯。十二年诶。学习放弃了，放弃叫放下所执着，迄物件学了愈多，障碍就愈多。但伊对你解决问题，实在讲毫无帮助，只是惹麻烦。所以去一个毗婆罗树下，一定咯。立定是什么？立定回归到平等啊，自性本定，本不动摇，自性一啊不动不摇。那咱现在这个心是一个动个摇，晃动啊，不定，这就是什么妄想念头啊？太多了，无量无边。现在人心，现在人的知识，你个人了解较侪。那但是现代人朴素啊，个人唔捌听讲过，为什么？一心清净，一心平等啊。啊，本来都无菩萨啊，
实际上第一这一生，第一所接触的这众生，拢无看到菩萨啊。就是讲菩萨小风小应，那就不得了咯。现在社会每一个人对囡仔到老人，心地朴素，个人做梦都想未到。为什么看太多了？我回八门啊，伊听到的、接触到的，比过去的社会复杂百倍、千倍都唔止啊！你心是动的，定袂落来，你心是染污的。无办法改呀，清理个清气呀，只会个念有减轻一点啊，念念。啊，那是无好法来学，那个污染是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所以来生不堪想象啊！心底有一点清净咯，有一点平定咯，来生会当得到人天福报。如果是大风大浪，严重染污，沾到去咯，你看偌可怕！沾到你去真容易啊！出来是真困难啦、啊！有真侪精神，就咩真低。经典内面佛甲人讲，迄、那个地面的精神呢，伊对地倒一倒啊，唔是死了就出来，唔是，对地迄倒论次数的。你投生做一只狗啊，狗若死阁做狗，爱做几十摆，甚至讲几百摆，你才会出来。你要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才知影这代志可怕咯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你技术就高到很，那时候有钢琴啊，我见到钢琴，我看到涂卡，我就搞下修，那叫伊个这地主都坐来看，地主真正坐拢嘛种着阿罗汉果呀，我都问大家讲。你甲看，这狗下，伊小狗下生有偌久啊？阿罗汉的灵量，能知影五百年前，甚至拢会知影五百岁。伊看到这狗下五百岁，伊拢在做狗下，四都拢在做。也是这狗也修啊，在这修的来得投胎，感觉真着惊。我甲大家讲，啊，恁这能量也无够。我敢看这狗遐，时阵佛意识了，也过来做狗遐。时阵佛咧，咱咧讲是三个阿僧祇劫，啊，时阵佛。三七二十一的阿僧祇劫，这长的时间也无脱离到遐心啦。那世尊这个开始提醒人，得钱多是唔通去呀，唔通认为讲地界恶鬼可怕，精神有较好，哎，不容易呀。
白头啊，无容易啊，得到人心啊。人今仔日已经得到人心，爱知影宝贵啊，人心太难得了。啊，得人心的好处，容易感悟。人生太无趣了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贵于地狱太苦了，苦到何你无办法去讲我。天你享乐，享乐就没了，对修道这代志，伊都不愿意去做了。啊，人道呢，苦乐参半。过罪落少，容易感悟。啊，都还有人提醒，有人提醒，伊就袂感悟。啊，有人提醒啊，这是缘分啦。但是啊，家己必须要有善根，有福德。啊，拄着善知识，会接受。宁信、宁修、宁静，这比什么较重要？啊，所以经典上达理达句啊，拢予咱真深、真大的启示。啊，咱家己也会晓看，哎呀，会晓听。那学会是咧学什么？就一定要知影，学清净心，学平等心，就伫咱的经题顶面，这经题太妙了。这经题是无上的法宝啊！啊，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。你家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清净心。我捌看到有恶戒啊，迄模样似甲真神，穿袍大衣，都不爱食饭。拢是什么形象？啊，心无清净不？无清净，那还无清净呢？你讲句我慢啊，对一寡破戒，无亲像伊迄款呢，伊看唔起，伊啊诽谤人破戒啊！将来你拢会对地狱，这是无清净啊！是无清净，迄个戒被恶了。恶戒目的是要得到清净心，得到啊恭敬心，得到真诚心，这三个拢无去了。啊，无恶戒时阵，也阁真老实啊，也阁谦虚，学了戒就看唔起人。这是什么原因呢、啊？为什么中国古人有戒得到清净心，现在得不到？原因在哪位啊？古人有根啊，现在人无根啊。古人是什么根？古人对细汉培养出来的这个孝敬。有这根，所以戒有路用啊！真正帮助伊得到清净心，现在无孝无敬，心浮气躁，有一点点啊，就提来当作是笑骂，四处去牛把人，无合标准就甲批评，做口业啊！
啊，佛门内底有道山如水的故事啊。啊，道山是律宗的祖师，中国戒律开山第一位，从南山律宗的这个初祖道山如水，大菩萨示现的啊。表演去教佛后，恁来看，慧基大师迄时阵也是大法师啊，讲经教学，也就是贵族啊，啊出家啊，伊本来不爱出家，玄奘大师看到伊介意啊，叫伊出家啊，伊提出三个条件。哎呀，习气真重，对细汉，记忆就是宫廷富贵生活，伊阿叔有敌敬敌，董太宗的大将啊。对细汉生活，计习惯都袂当吃苦，我出家爱扎一车金银财宝。玄奘大师同意咯，有这三车法师，带一车的书啊，真爱读书啊，要一车的美女，人家风气啊，袂当乞丐啊，有三车法师，今仔日这个法师对终南山经过咧，通知。道山律师，伊要去山顶来访问来看卖。道山律师讲啊，非常欢迎啊，趁这个机会来个教训一下啊。啊，道山律师世界精严，感动天灵。哎呀，你终于是，中到这顿饭，天灵上来供养诶。伊就想讲，明仔载来表演一下，明仔载中昼开机大师来即地，是毋捌看到天灵供养我，甲垫一下啊，这是个好处。第二天开机大师啊来咯啊，到中昼咧，天灵无来送供养，啊，真正失望啊！啊！招待开机大师，因这人落山，到日两中昼，天灵过来送供养咯。伊就甲责备啊：，长你为什么无来送供养呢？呀！伊讲长大乘菩萨伫即地啊，满山拢是护法神啊，我袂当入来啊。道山律师听了后。辛苦老清官惭愧啊，我们内边有一块的故事啊，啊，这内底拢是讲表法的意思啊。大乘菩萨持的是心戒啊，幻梦心地戒品，你不懂心吗？难见色，无起心动念，哪会有分别执着？你闻声鼻嗅香啊，色香味啊，拢嘛未起心未动念吗？这啥境界？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！人有需要饮食无？无需要。无需要，要为什么这样表演？表演给众生看啊！我若无安尼做，大家唔敢学佛啦。我安尼做，这佛法啊，足好学，我也可以学。这因众生啊，那佛法是万用的啊。万人说法，无法不完；万人修法，
嘛是无法不完呢、啊。啊，对界来对，对定，对慧，对慧里面啊，有界啊，啊有定，拢是圆满的。界定慧三合一体啊。啊，唔知这道理就错了。呀、啊，古代就讲呀，三教一元，啊，咱常讲嘅三教咧，就是戒律、禅宗、教下，啊，会用这来教下众生。戒律是基础，是教修学。责君的教育啊，啊，中国过去责君教育，家庭做好了，所以修改都无用。现在修改出问题了，为什么？伊啊，无地主贵的君，无革命片的君，无实现业的君。所以这概率学了啊，有问题，学偏呢，学瑕咯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到清朝的中叶，佛法鼎盛。啊，每一宗教来对古经啊，大德明心见性人真正有啊。那、啊、咱看海贤侯的像明心见性咯，耶稣父传戒法师嘛是明心见性，唔是明心见性，伊都无认识这道德啊咯。啊，伊认识这道德啊，这是伊的功夫。这人是啊，发气啊！对这位看呢，对个禀赋能够天性啊，这人本性真好，然后是听为人真做，凡是这款人呢，拢嘛会有成就。所以也舒服，你看偌简单，就加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其他什么都拢无，交代一滴个念落去，那伊啊，这句阿弥陀佛，对早到暗，无中断，一句刷一句啊，我看到有一个人。中家大师，伊毋是念佛，伊持咒，伊持咒嘛是金刚持啊，一念无出声，嘴咧叮当。无论伫什么时阵，你甲看咧，伊徛咧也好，咧行也好，伊嘴拢咧叮当。啊，我知影讲伊个咒无中断过啊。只要你会当讲无中断呢，你就会得到一心功夫成片咯。是一心不乱，离心不乱，讲这道理啊。啊，拢是大彻大悟的人，啊！咱比这种人是比袂着的啊！你的根基唔是讲一世、两世、三世、五世、十的啊，至少是十世以上。啊！在佛经内面可能讲的，
对这佛号会当深信不疑，真信啊，真观啊，这一生决定的往生。为什么人呢？一起生中也不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也在一生当中得到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，你才会信啊，你才会发愿，不是凡人啊。凡人哪会讲未动摇的呢？所以啊，修这个法门，看到别人法门动摇了，一点拢未稀罕。一万的人当中，会找到讲一个不动摇的，就未歹咯。9999个拄到这款情形，拢咪动摇啊！这个君，咱来注意啊！现在最困难就是讲君无咯。那如何来定这个君呢？君啊，一定要对地主归扎起，咱都哎呀不虚心。啊！咱细汉都无扎这棍，现在学也阁会护，补习啊，把这棍补出来啊！甲咱这个啊基础，就能起出同款的啊！啊，这个就是地基啊，无够坚固啊！啊，咱来啊加工用心啊，给补足，要对啊一帆风顺啊！无补足，都得境界现前呐、啊，都会动摇。啊！爱会记得佛所讲的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伊迄个法门啊，不如我这个无这道理，绝对是平等。问题就是讲，你会当啊，伊门深入啊，当时分修啊，你就成功。无论多少法门，你免动摇啊。啊！我修地藏法门会用的，会用的啊！你只要一门深入啊！我有基督教会用的，会用你一门深入，等是分修，你也得定啊！你也开悟，你跟你修学的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啊！你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。那真相是什么呢？慧能大师讲过啊，不计诸行，人生万法。那基督教是不是万法来对？也是你万法以外呢？不离诸行啊。这要知影，无同个宗教，无同个族群，无同个文化，拢嘛是一家人啊！啊，你有通，你完全明白了。啊，无通达的时阵就隔阂啊！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家己个家做咧麻烦，完全弄清楚分别执着啊，全部拢消去了。啊，开悟人讲个真好啊，是卡开悟个人讲啊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相心相家己心相啊，唔是别人啊。所以佛看一切众生，我们学到是法门拢好啊。这世界上无同的宗教，无同的文化，最初创始的迄个人，拢是诸佛如来。
在我们的目睭里面去看，都也是阿弥陀佛。一切世间都也是极乐世界。只要你会当觉清清平等觉找回来，你就真正看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在你眼前啊，无离开我一步啊。华严经上讲呀，一切即一，一切一切呀，迄一就是临一，唔是专一，唔是讲只有阿弥陀佛即个一，唔是临一。你们何解法门？一就是代表啊一切，一切就归到一咯。你将阿陀即个一，你这一生成就啊。啊，君心乱的，佛教人啊，这个意用阿弥陀佛上盖好。为什么阿弥陀是自性的德好？啊，真如本性啊，是叫什么？真如本性叫阿弥陀佛啦、啊。阿弥陀是一切众生的真如本性，不是多一个。啊，一切法拢嘛是对真如本性。发生出来，这个本性就是叫阿弥陀佛了。阿弥陀想以这理的意思，阿是无，弥陀是量，佛是觉。反正中国的意思，什么意思呢？无量觉啊，无量觉是自性啊。只有自性称无量觉。啊，所以这是把总的功能找到，总源头找到，枝枝叶叶会用了会用呢。你们好一片叶啊，有没有一个枝啊？你慢慢去找，最后找到阿弥陀佛，找到根就找到阿弥陀佛。你是一啊，不是二。每一片叶啊，每一个小枝条，跟一个根，拢嘛是一体，所以平等。啊！你的平等性，对这来对生气平等的主，平等的 B， 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全部拢无去。这时阵就见性咯，起心动念真困难啊！为什么呢？啊，伊太迷失咯，一秒钟，2100条的。频率，这高频率啦、啊，啊，咱伫这频率内底毫无觉知啊，一点仔拢无感觉到啊。啊，迄、那个心清净的人，清净到极处啊，也感觉到。我哋经常讲，什么款地位菩萨呢？八地以上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顶格、妙格，这五个位处呢，拢会感觉到。这观的频率也清清楚楚，一点啊，拢嘛未含糊。天地呀，看到诸法实相。历代新教里面，称这现象叫做阿赖耶三世相、阿赖耶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，
而且我阿来诶见婚啦、啊，相婚、主证婚、证主证婚。啊，这部经里面每一品、每一章、每一节，拢是究竟圆满的大法。啊，咱刷落来啊，看下面的注解文，如来心者。出过世间，这个如来心啊，是如来发心。发心就是自性，做那是超出，歌嘛是超出的意思啊，超过啊。所以出过就是超过世间，这个世间是十法界。叫我十法界了，下面讲为果，不为世法之所念无果。世间一切法，未搁再念无疑咯。为什么？伊未解啊，藏在心内。那佛法呢？佛法啦、啊，啊，一半是世间法，一半是出世间法。啊，慧地金刚心上甲咱讲，法相应下，何况非法啦？非法是世间法，法是佛法，佛法会向执着未？未当执着啊！阿弥陀佛啊！这句佛号是不是当执着？无去到叫世界以前就爱执着，到底叫世界的后就唔通执着了。这是款标准。为什么诸生清净心，一法不立？哪会有阿弥陀这句佛号呢？这个上无咯，未执着咯。啊，你呢？你是圆满的啊！你就是阿弥陀佛啦，无量觉啊！无量觉不是物质啊，无量觉也不是精神。分裂拢未目掉。哎呀，戒律呢？爱执着啊！为什么爱执着呢？无离开六道轮回，都爱执着。离开六道轮回，都唔通执着咯。六道轮回内底啊，有善恶，断恶修善，生三善道，未对三恶道。世界呢是三善道，破戒三恶道，标准的绝对啊！啊，这个阿弥陀的标准是成佛，你还无够叫做世界来执着，以保证你会去叫做世界，到叫做世界了后，自然啊都唔通执着了，就放下了。我已经到底了，目标已经达到了。无同款啊！啊，界有界的功德啊，定有定的功德，非有非的功德。阿弥陀是上非啊！啊，你对于相信都是大智慧啊！啊，那不是大智慧，你哪能相信呢？大智慧就未动摇了。
无大智慧就会动摇啊。海贤老的想，到这里呢，我阿弯啦，无蛋掉啊。到这里呢，你们亲弟吧，当时分手，无论在什么时阵，都嘛是念佛，一句佛号。你看伊讲掉来对讲的，啊，天天看到的代志，暗时念佛。看到门窗顶啊，门窗卡，厝啊内面的四周拢嘛是众生，听念佛啦。三点就起床，三点无起来，都有人伫耳孔边个叫啊，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，念佛咯。呀，有。当时啊，看到厝内厝外拢嘛是阿弥陀佛，啊，迄暗伊烧香，伊香落来咧插十二支香。第二天有人问伊讲：“你哪会烧遮侪香？”伊就讲出来，昨暗看到厝内厝外拢嘛是阿弥陀佛啦。叫做世界现前，伊看到咯。所以如来心发心，不为世法之所念，无念经，无善恶，发心啊。下面讲了，乃至如来心者，如净镜中微妙之相。这个人讲的比如啊，真正清气的这个镜的内面呢，那镜照到外面的境界上，这个意思代表就是无污染。无污染，咱家呀，讲者较清楚、讲明白，就是唔通藏咧心内，藏咧心内就污染咯。无藏咧心内就无污染，就清净咯。世间法啊，藏伫心内啊，你就有执着。啊，出世间佛法藏咧心内，叫做法执。也是执着啊，有执着就是六道凡夫，无执着就是阿罗汉别之佛啦，无分别就是菩萨，无起心动念就是佛啦。我在信教内面甲人讲这个标准，咱定定会记哩啊，啊定定应用伫咧。建设文章的顶面，还什么要进修啊？啊，空在心内就害咯。啊，净宗法门的微妙，净宗法门成就会遐尼啊快速，就是讲以保证你成佛。伊个方法就是教你啊，积极明好，众生啊真爱执着啊，啊，世出世法拢放下，你就积极即句阿弥陀佛了。即句阿弥陀佛，世出世间法拢未相应，伊只个叫做世界啊，阿弥陀佛相应。啊，你念伊，等于讲直接甲阿弥陀佛。建立关系咯，了的即地啊，
所以啊，你啊真明白咯。咱就当肯定圣灵讲啊，主耶稣讲的，唔是咱家己编的。在生活当中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、所证、所传之法，第一法就是信愿之名，往生不退成佛啦。啊，深刻，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，啊，无这个是未成就的，未成就的是伊的善根啊、福德啊有问题。为什么伊唔相信啊？伊怀疑啊？伊也未放下。啊，这个法门呢，是第一定的善根呢。海贤法师，海贤法师，海贤法师的老母在给技师啊。可向前看呢，对韩法师那个宝鼎赛徒弟啊。拢是这个法门的第一动机者。宝鼎赛三年成功咯，伊的条件无别项的啊。四十外岁才拄着佛法，无读书唔捌字。我什么拢未向咧？无念过一部经，也无听过一堂课啊，都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有的时机自在往生，摩天山也是自在往生。爱信啊！爱尽心，爱怀疑，才亏是家己啊！未怀疑，我先表演给别人看，别人看到、听到，升起信心，这些拢是你的功德。一个人听到，一个人升起信心嘛，啊，你就是多些的人咯。所以你这表演多无量众生，宝鼎赛就是这里。两个人看到伊这公案，也都是讲看到伊事实证明，对净土信心坚定了。对往生净土的愿心恳切咯，拢是宝鼎赛道呀。我那是啊，海贤和尚道呀。阿爸帮助偌济众生，到极乐世界做福气咯，而且一生成就。啊，宗门教海祖师大德啊，未当啊，甲伊比。啊，宗门虽然快速，都爱常常军临啊，常常军临真歹找，不容易啊。啊，咱家己爱知影家己的分量，爱知影家己的善根福德因缘，家己认识家己，
跟多些法门相应。遇到了后，一生未改变，我有一个未成就的。我们再看下面的文，总穷阴晴，经文释为以上呢啊，用真多的这个经论来解释色心诸君也无清净。当时世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以前呢，以老大人现的相，当现虚荣。啊，佛讲这个经是偌年啊，快乐，偌自在，偌快乐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无量众生因为啊，这个啊法门得度了。那讲其他一切法门，度众生无罪。啊，讲这法门普度一切众生，十方界顶面是佛菩萨啦，下面是第一个众生啦，拢总得度。一个都未老去啊，好欢喜啊！好出现这世间要创什么，就是要度众生成佛道。啊，真正度众生，就是真正成佛道咯，好欢喜啊！这个时阵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，五根同现虚荣，心中安乐，妙相清澈，如镜中影，真清洁的镜呢，就甲清清楚楚，如水中月，光明圆满，净了无形。月亮在水中出现了，最清气，最平呀，无波浪。月亮在这内面显得真正清楚。光明圆满，净了无形，何也欢喜清净庄严。看到这款的结晶经啊，有佛何故喜呢？经啊所来对也解释了。我为什么欢喜啊？净严大师已讲了，喜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念弥陀佛所行行德，高兴，高喜啊！念阿弥陀佛成就的行德，大家庆幸啊！这个代志呢，以海贤老和尚的身上
完全看到了。啊，你看这本小本册，会加细心去看重点，你就看到了。咁好令人欢喜啊！啊，有同学问我，欢喜的时阵念佛，苦恼的时阵要安怎呢？拄着啊，苦恼的代志，拄着灾难的代志，安然放下，一心念佛。把你的法喜念出来，肯定会念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会记你经常的这句话，啊，用得到啊，常常用得到。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。社会上千变万化，这个相，你看到了，你听到了。一定要知道我是浮梦的。啊，这上在倒位，上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未过回来了。早上你要早上车回来未？早起敢会当把早起过车回来呢？车未回来了，一分一秒过去了，拢过去了，过去未当过回头了，你还去想要创什么？就阿弥陀佛啦，到极乐世界看到过去，妙啊！在咱这边看未到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咱这边就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生灭法，伊未当回头啊！到极乐世界不生不灭，啊，到极乐世界时空无了。啊，你也都会看到过去啊，也会看到未来。啊，看到过去，你嘛未悲伤，也解脱一口气啊，没遐颠倒啊，没在做这款错事，在受恶报啊，咁我都未咯。所以嘛，动真一定在修着家己清净平等觉，啊，就对了。这是真正有福的人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助力一切法。这佛家叫法，助力一切法，啊，对也无故事的。啊，对清净平等觉里面导出来大慈大悲，大悲是拔众生苦啊，救苦啊；大慈是娱乐啊，啊，安顿这些众生，安怎安顿？会用什么方法来安顿呢？教学。大乘经常在赞叹的，今现在说法，说法对解决问题，说法会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一些觉悟就会回头咯。啊，诸佛菩萨。阿罗汉，引证到这古位，为什么都是啊？为灵演说啦，家己创清楚、创明白了，看到别人，
啊，副地主都要跟副同款。看到众生都是咱的义务啊，是咱的职责啊。啊，咱要劝别人，但先要家己创清楚，家己要有意识，袂当啊，何人啊，真心啊，家己无意识咯，即会当啊，何人真心？真正法缘往生，往生叫世界要创什么？成就无上菩提的果位，啊，成就无上菩提为什么呢？为帮助啊众生啊回头啊，帮助众生成就。回归到四弘誓愿，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做这代志啊，这代志做个真自然，做个真快乐。啊，众生大家啊，往生叫做世界，你叫做世界修行正果成佛啊，伊过去十方法界去广度众生啊，啊，咱看得欢喜啊。啊，欢喜会用力啊！欢喜内面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这就是也有啊清净。哎，有清净是欢喜充满呐，无念有。无像世间法，世间法伊啊，也有诶内底有念有，因为伊我无放下，有我爱，有我慢，有我痴，这些物件拢嘛是念有，无清净。咱爱有佛的慈悲，爱有佛的宏愿，啊，都爱有佛的也有清净，啊，就对了。啊，人生最快乐代志什么呢？有真侪人来劝我，叫我较减讲一点嘛呀，88岁咯。啊，一礼拜讲一拜就好咯，都无算少咯。为什么一天要讲四小时呢？为什么？也无清净啊，快乐无比啊，无讲家己快乐，讲了大家快乐啊。那大家快乐，家己更加快乐啊！树不改偏财，最后落雪不改，欢喜雪啦，做了就欢喜，无雪就袂欢喜呀。愈雪愈有精神。愈耍愈体力，这就是啊，一般伫咧讲诶，得到三宝加持啊，这真诶毋是假，得到众神加持，得到众灵加持。我跟你打成一片咯，上甲诸佛菩萨，下面甲九界众生成一体咯，
生一片。所以讲，所行行定啊，可庆，你就欢喜啊。第二，念众生得业时至，欢喜。本经告诉真实，真实之罪，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。讲经说法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得真实利益啊！啊，《梵网经》里面跟咱讲，当戒啊，第一条不做国戒，戒是什么？道戒，明是抢，暗是偷，这是讲众生受害啊。唔做盗贼。第二条不谤国主啊，国主虽然不贤，蛮贪个批评。为什么批评啊？伊会引起啊社会的动乱，我社会大众拢会受苦。就有故事啦。啊，英罗界的这个内底啊，是有这两条。啊，那就不是英罗界啊。伊讲不劳国事，不恨国际啊。国际是国家的法律。佛门弟子受一点委屈是无所谓，就念妙波罗蜜啦，唔免来去申冤，无怨恨，拄到善缘。无贪乱，拄着恶言，无轻诽，拢是咧修家己啊。善言恶言拢嘛真好，无这经言呢，咱咧清净心、平等心要对倒来修咧。那都是讲外面环境，咱啊看个真清楚，听个明白，这是智慧啊，来如如不动。啊，永远保持在戒定慧顶面，戒定慧看物件、看卡透彻，一清二楚。啊，帮助这社会，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呢？讲经教学，不收学费啊，伊不教学啊。把人拢教好了，拢教好了，天下就太平了，社会就安定，人民就会幸福啊。啊，大乘佛法，都是所在有缘，就去迄个所在。啊，有缘建立道场。教化众生，啊，若无缘，就去个深山内面，去清修家己成就。啊，真正是
真这人立天下，退可以独善其身啊。无论是进啊是退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这太重要了。清净平等觉这五字呢，是起一字就错了。那都不是在学佛了，不是佛弟子啊，不是阿弥陀弟子。佛弟子、阿弥陀弟子，哪会当把清净平等觉给失去呢？爱学到一时一刻拢未啊失去。这是真修行人。生死是假，不是真的啊！啊，在这世间，人活啊，这艰苦。你若问我家己，我也是无为别人想，为家己想。我若为家己想，我就叫阿弥陀佛，现在带我来去极乐世界去啊！啊、我对这世间丝毫贪恋都拢无啊！啊，我早到极乐世界早成佛啦，佮转来教化众生，身份拢无同，那是菩萨，是再来人啊！那、啊、住在这个世间，为什么呢？也个有人想听经，那个有缘咯、哦。这个世间的人拢无想要听经，啊，都无缘，啊，我都老早来走啊。啊，咱讲经用网络，用电视。讲经伫摄影片诶内面，摄影片经常是无人来听。我家己对着画面啊，啊，家己讲互家己听，我系落无比啊！啊，无人收看，迄个有缘诶人，伊每工时间啊到，伊就会啊。起了一个按钮，他可以点击，那是有缘的人啊！啊，到底有偌济人收看，我唔知呀。啊，我嘛从来无甲这代志放咧心内啊。我只知讲有人伫咧看，啊，有人看我就讲啊。啊，今年呢，除了钢筋以外，要有一点啊小小的一个变动，有一个学习班，甲各处的这个同学分享家己啊修学的心路历程。家己的感想，家己的领悟，去交流啊，亲像这个经商啊啊所讲的真实利益，欢喜充满。所以今年咱就开始，咱学这部经，重点。过来，把这个经里面的意思讲清楚啊，讲明白啊，讲透彻。更加重要，要安怎落实伫个生活，落实伫个工作，落实伫个处事待人接物，得到真实利益，真实智慧。
不是说啊，我说你听，你听了后，来跟我分享啊。所以佛伊会欢喜，众生缘成色咯。为什么呢？伊会接受咯，伊会相信啊，伊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真观阿弥陀佛。世尊讲这部经，就替阿弥陀佛求生啊。但伊伫娑婆世界这地区招生，无上大家也去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伫极乐世界迎接啊！那这人往生都证着阿弥陀佛啊！你生生就究竟不为，佛弘法利生。在欢喜的大事，自然成熟了。下面这段，公然为贵，公是公名，然是容貌。无量寿经简注内面讲，佛之眼有光，光文光眼。无量寿经简注是啊，丁福宝，民国初年，佛门的大德丁福宝居士伊所做的，伊所译的这本呢。是简称偏小心技术也无量寿经的这本，一样的这本，这个朱扎尼啊，我捌读过算真本，可能这住伫澳洲真久啊，我捌去甲献过。在丁福宝医师啊所注解，为贵家古代啊尊姓，有这系列艺术，极力啊伫咧赞叹阿弥陀佛。念到这个下面啊，引用加上大师的说，为为言的性格现了，总表或者德容，天耀功名，教无一切。这是这一尊。当时成就钢筋，何大将看到佛陀的仪表，显示出真实的智慧，光明是智慧，微微是德容啊。老大人的道德，道德高讲啊，对佛陀恭敬之心，由怜而生，这对啊听法咯。所以啊，佛讲经诶，进前呢，奉公献随，
为什么呢？不是要炫耀家己，是甲听众的这个真诚心、恭敬心引发出来。学生无恭敬心，无真诚心，老师是昏的。给伊讲经说法，伊也得不到利益，啊，得到的是皮毛啊。甚至讲伊还佫有相反的意见呢。伊甲这世上的物件提来甲佛来比较，这就错了。现在这时代真有啊，古早时阵对细汉教。有道德的君啊，所以对有道德的人啊，伊拢也有这个尊重的心。就算讲伊有一寡小小的这个毛病啊，也不只有去甲批评。为什么？为何听众对伊啊生欢喜心、生恭敬心？你那是一个讲，其中善君啊，这个保的人呢，伊一个听有道理啊，对讲的人恭敬心，那伊就会减少了。哇，一句讲伊无听，提供在这座经内面会开悟，因为这个因果开悟机会拢无去了。这就是害人的发心毁命啊！哎呀，排这个啊因果的责任，现在人不相信因果啊，我就无办法咯。啊，就是今仔日这个社会啊，这个弘扬信教最困难的一项代志啊。就是讲恭敬心生未起来，这那是讲对佛法、对圣贤教育、圣贤教育，包括所谓宗教的这啊经典，包括咱这个世间法。啊，中国有世间圣人，有世间贤人。啊，世间的圣贤有开悟无？有啊，有大悟，有小悟，听悟还是无啊？如果是听悟，伊就成佛了。听我是明心见性，因确实有真高明的境界，看个真深，体会个真深，真正看。啊，那一般人无看到，伊看到咯。啊，这款人世世代代拢嘛有。对咱修学有大利益啊！啊，咱必须来知影，古圣先贤留的物件，性德相应，真仙真美啊，拢是精华。无糟粕，糟粕我千年前老早就淘汰了了，还阁等到现在哦。糟粕哪会当讲传五千年，伊是精华，伊毋是糟粕啊。这道理哪人知影？
哪有糟粕会当流传五千年的道理呢？五千年当中，迄拢无智慧、有远见的人，家看破了，迄无可能的啊！可能有一点点啊，就是古人呐、啊、所讲的物件，甲现代科学是有相抵触的。古早时阵人讲金言，现在人啊是开放啊，现在人讲究自由啊。中国古来的教会呢，对家己约束还是真呢？两个来比较，倒一个较好呢？也是古人迄个较好啊。伊啊，未出代志。哎，伊真正守着家己，会当对社会带来即个安定啊、和谐。啊，自由开放带来是啥物呢？竞争、斗争、战争。啊，对这顶面来看，你就会去体会到古人的物件真好，有道理，会当避免这的灾难，减少天灾人祸。这是官啦、啊，这是大了，这叫尊，这叫圣啊。啊，现在人为什么看不到呢？那你让理解，心浮气躁啊！你只看了表面，没看了深度。啊，我会守一点啊规矩，我会牺牲一点点啊利益，带好社会安定。多好国家和谐，多好世界大同，有价值啦，有意义啊，值得啊！有德在世，就算我拄着别人来侵略国家民族。你嘛未用武力去甲对抗，也未去报复，这来对艺术侵吗？为什么不报复？有因果关系伫这来对。伊知影讲，刘良伊啊灭释迦族，前因后果伊知影，伊看到头前的因，今仔日的果报一定要承受，无是变怎？来生更加严重，冤家宜解啊，不宜结啊。受了后，才阁开导，慢慢就感悟明白了。双方拢忏悔，恢复到和谐，恢复到合作合作，这才是真正。解决问题啊！解决问题不是一时啊，生生世世。啊，这个生生世世，现在人不相信，现在人只相信一时呢，不相信有来世，这麻烦了。啊，变怎好？现在人真正怎样讲有来世呢？我人拢相信，伫中国六经内底拢有记载，啊，你若问我有相信来世无？我相信啊，我真相信，我一丝毫都袂怀疑啊。啊，所以道家对这代志讲真多啊，比佛家讲较多，比佛家讲啊，也佫较清楚，也佫透彻。我嘛有讲，
山伫一切经内底。啊，我把用一点啊，这时间查大藏经，讲地狱古佛代志，把大藏经内底有关这些文字全部抄落来，变成一本书。诸经不说地狱之妙，哎呀，结集起来变作这款一本书，讲啊真好啊！道家讲的句讲啊真多，有一寡音无讲清楚，有经常音讲较清楚。合起来看呢，那道宗合起来看都会相信咯。你聪明表一定爱有书，你个书分未开耶。有理必有书，有书一定是有理。啊，所以要熬一句钟表忽之得用，天耀共赢超一切啊！大家这听众对佛的信心啊，圆满具足。说经的机缘成熟了，佛欢欢喜喜甲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就是啊，这部大经，今仔时间到，咱学习到这地。